这是燕子，以后就寄宿在我们小卖部了。瞧瞧闺女多水灵。燕子，这是王婆婆。王婆婆好。真好，春梅天天只想着弄她的服装店，没空照顾我的大外孙哥，有了燕子胖虎就不孤单了。是呀妈，你安顿一下燕子，我去买点菜回来。放心吧。王婆婆，我住哪个房间呀？哟，屋里来的这么矫情还要房间？我们小卖部9点关门，到时候你打个地铺就行。嗯，婆婆我回来了。我的宝贝大外孙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弄了一脸泥？我去找蘑菇头玩了。大外孙，你以后不用出去找朋友了，让这个燕子陪你玩。胖虎，给你。婆婆，我喜欢和男孩子玩，快把他赶走，我讨厌他。好，我这就帮你把他赶走。你给我走。妈，你怎么回事？欺负隔壁大爷还不够吗？这种一点用都没有的人留在小卖部只会浪费粮食。小卖部一直在亏损，正好燕子爸妈是博士，有他在咱们小卖部就是请来了一座财神。我不信。你就瞧好了吧。 Later。包肉条，5毛钱一包，一共2.5块。我只有5块钱的，这样吧，你给我5个硬币，再找我2.5块。好，胖虎拿钱。好嘞，5个硬币，还要找你的2.5块。慢着，把那5个硬币扔下来。算你厉害。哇，今天小卖部的收入多了整整5块钱。胖虎，赶紧把你的房间腾出来，让我们的财神爷住。那是我的房间。燕子，你快说你不要住，不然我揍扁你。啊，那我到底住不住呢？蘑菇头你快过来。蘑菇头你别跑。蘑菇头，小梅，我能和你们一起玩水枪吗？好呀好呀，不过不允许你用那个气球水弹。就是就是，重武器不允许参赛。你们放心，我用的是这个喷壶啊。哈哈，大爷，你这是要给我们驱蚊吗？水枪都没有，我们才不带你玩呢。哎，小梅，你别拦着他呀，他想玩我们就陪他好好玩玩。你们快住手。秋梅姨，我们跟大家闹着玩的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们就是变着法欺负大家。我真没有，是大家说要跟我们玩的。就是就是，早知道我们就不带他了。秋梅姨没事的，是我想跟他们一起玩的。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好，既然想玩，那不介意我给大家换一个新装备吧。你尽管换，反正那个电动水枪早就被我玩坏了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噔噔噔，这是大家妈妈给他新买的电动水枪，不光火力强大，续航能力也很强。你看，还能随时加一整瓶水呢。听着耳机中间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空间，我这么尽快一个人打我2个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们认输。大丫，你能把这水枪借给我们玩一下吗？那当然，不行吗？你那么坏，我才不要借给你呢。你们先玩吧，我要回家让我爸爸也给我买一个。我也要给我买。你现在最好不要去招惹王奶奶，你那临风的试卷我刚刚拿给她看了，还正发飙呢。爸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快回来给我买新的水枪啊。哎呀，我现在没空，那正在试驾这个林肯 Z 呢，空间大，动力好，颜值高，科技感十足啊。什么是林肯 Z 啊？智领新生代座驾，全新林肯 Z， Z 就对了。好呀好呀，那你等会儿就开着新车回来带我去买水枪吧。好，没问题。蘑菇头你快过来，奶奶给你吃糖啊。我奶奶我不吃糖，我怕蛀牙。臭小子跑得真快。大牙，你有看到他往哪边跑了吗？秋梅姨，你说我要告诉王奶奶吗？我听不下去了。秋梅姨，你看，哎，蘑菇头，你有看到秋梅姨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大丫，快过来帮我做饭。哦，来了。秋梅姨，看。叮叮叮。哎，什么？你说你英语竞赛拿了1等奖？那是当然了，你看他奖状上还有我名字呢。哎呦，我大孙子可真是个天才。走。奶奶带你吃火锅去。好，谢谢奶奶。哎，王奶奶，那奖状不是我的吗？胡说八道，欺负我老太婆不识字是不是？蘑菇头这3个字我还认识呢。啊，让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别耽误我和王奶奶去吃火锅。你呀，就在家里吃馒头吧。谁说大家只能啃馒头的？我说的，
蘑菇头英语竞赛得了一等奖，吃火锅我肯定不能带着大家。蘑菇头，你说对吧？嗯，就是这样。救命爷，那奖状？蘑菇头，我可是英语老师，你那英语水平有几斤几两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秋梅，你可以侮辱蘑菇头的人格，但不能侮辱他的智商。你现在考他，他肯定全都会。奶奶，你可别。好，那我先考你一个简单的。How are you 是什么意思？好是怎么的意思？Are you 是你的意思？我知道 ，How are you 的意思是怎么是你？哦。那 how old are you 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个我知道， old 的意思是老， how old are you 的意思是怎么老是你。我听不下去了，这么简单的英语都能弄错，你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。奶奶，我错了。冬梅姨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要王奶奶生气了，你快回来救救我。哎呀，我现在没空，我正在试驾林肯 Z 呢，空间大，颜值高，动力好，科技感十足。什么是林肯 Z 呀？智领新生代座驾，全新林肯 Z 就对了。好，新车买回来带我出去旅游。可是我现在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凉拌。啊！这堆练习册全部做完，不做完不许吃饭。王奶奶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吃火锅的吗？吃什么饭呀？还吃火锅？大丫，你说我要不要跟他去？啊！大丫，你快点说去，不然我揍给你。今天就是。我也会做河蚵呀，而且肯定比大家做的好看。是吗，蘑菇头？那你们两个比比，到底谁做的河蚵更精美？谁赢了，我就带他去游乐园。喂，我这就来。你们王老师在买车，让我一起去参谋参谋。待会儿回来看你们成果。去吧，这个游乐园我去定了。贺卡嘛，写句恭维王老师的话不就行了？教师是个神圣的职业，我先折朵百合花，寓意王老师生活美满。同样的方法再做三朵，然后剪一些可爱的小图案，将花放在提前做好的卡纸上，接着简单装饰一下贺卡，写上教师节快乐，一张贺卡就做好啦。冬梅，你来了。王老师，你选车的眼光真好，我小姐妹也准备买这辆车啊，智领新生代座驾，全新林肯 Z 就对了。好，谢谢你啊冬梅，麻烦你来一趟了。我来了。大丫，你做的好漂亮呀。蘑菇头嘛，冬梅姨，我做的可比大丫的好看多了。大丫的花里胡哨，我这个是简约美。对对对，这一定是蘑菇头做的好看呀，多漂亮大气。去游乐园，我看还是拿出去让分明看看到底谁做的好看吧。啊，都会喜欢，你也别生气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好啊，蘑菇头，你又调皮捣蛋，你给我在这蹲马步。秋梅姨，你饶了我吧，这个天蹲马步要把我热死了。啊，不行，不让你长长记性，下次你还要欺负大丫。大丫，我讨厌你。啊 ，Later。嗯。马上就要吃饭了，王奶奶还做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，你晚点再离家出走吧。我偏不，我现在就要走，你可别拦我。还得干农活，没时间拦你呀。去，你别拦我，我是不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别拦我。嗯，我现在再玩会儿，待会儿他们就会来求我回家了。3 hours later， 他们怎么还没来找我呀？我先睡一会儿。乖孙，开饭了，陪我乖孙呢？蘑菇头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你居然把我乖孙子气走了？为什么还不去找他？可是蘑菇头这个月已经离家出走32次了，平均每天一次，每次都会在村头的老年活动中心玩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我要是找不到他，你就死定了。王奶奶让你回来一起找蘑菇头。大爷，我和王老师在这买林肯的车呢。哇，听说那个车很好。对呀，智领新生代座驾，全新林肯 Z 就对了。你先和秋梅姨去找，我待会儿就回来。好。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秋梅，蘑菇头被大爷气得都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我陪你一起去找。王奶奶，别找了，蘑菇头在这睡觉呢。我就说他在这吧。给我让开，
乖孙，你秋梅姨今天在这儿，你告诉我到底是谁赶你走的？秋梅姨，是大牙非要赶我走的，他说这个家只能有他一个小孩。什么？难道蘑菇头真的是大牙赶走的吗？